成立。地上捡到宝，问天问地问不到。见者有份哦。好啊，既然是你捡到的，你先选哪一张啊？真的要这张啊？啊，有问题啊？没有。哇，怎么那么笨呢？你怎么了？头痛啊？没有，想事情啊。啊？想事情。哦，想事情。好，哎，你怎么称呼？我，铁如冰。哎，你有脑子啊，学人家想事情啊。哎，你说什么？我虽然有点顿顿的，可是我常出一些 IQ 题来锻炼自己，让自己聪明。哦，这么厉害，出 IQ 题我最拿手，那我来考考你好了。你答对了就给我100块，你答错了我输100块给你。好啊，弄一题难一点的，拔了老爷的牙齿。哎，出 IQ 题拔我自己牙齿？不好意思啊，你不是陈先生吗？陈先好像整个球队没有一个姓陈的。我先去洗澡。你洗澡归洗澡，不要喷得到处都是水哦。IQ 题，两个人坐电梯，一个按3的钮，一个按13的钮，为什么按13的钮那个会停，按3的钮那个就不停呢？13楼，3楼。哎，按陈三钮那个当然不停，笨蛋！哎，你当我是傻子？笨蛋，笨蛋！是，哎，对不起，对赢你了，说你笨是我不对，下次出题难一点的给你。真是，哎呀，真是的。这么难你也会答呀，厉害！是是，哎，我还有一题比较难的呀，哎，不过这次玩大一点，玩500块怎么样？好。哎，有一个人啊，在山上一直滚，一直滚下去，为什么他不死呢？不是不会吧？不会 ，look 下去啊 ，look。你讲英文，我英文不懂哎。我约了客人。哎，你收500块不要跑啊！哎，再来一次，你要聪明一点。哎，我不希望你再错。同一个球队，你连队友都不认识，真是笑死人了！不要说认识我，来啊，来吧。这是谁呀？霍金嘛。这个是严正北呀，功夫足球队的。严正北。这个呢？江龙嘛。江龙有头发，还戴了一副眼镜。这个是铁如冰啊。啊。那这个呢？哇，你当我傻子啊？这个也不认识，谢贤嘛，很帅的。哎，对不起啊，这张是我的。哎，真是书中自有颜如玉。哎，大光头，装模作样，你还变现呢？哎，银冠，你呀，整晚又进又出的，你是不是肾亏上脑？弄得肾脏发炎啊？怎么样？问你自己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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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老爷啊，麻烦你让一让好不好？怎么样？哎，麻烦。怎么样，兵哥？兵哥，麻烦你让一让。怎么样？哎呀，家和万事兴，家水口不停，你们两个吵什么架嘛？啊，怎么样？两个都70岁的人了，是不是啊？凑起来啊，连百岁老人奖都可以拿回去了。哎，不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怎么样？知道吗？我去倒2杯凉茶给你们喝，让你们两个消消火。怎么样？怎么样？凉茶，来，一人一杯，喝完之后呢，舒舒服服，开开心心，然后呢，大家一团和气，来，干杯。哎呦，怎么样？你们两个慢慢怎么样吧？怎么样？我先去怎么样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哎，你不要唱了行不行？你唱很久了，很烦呢。不行啊，是虎哥吩咐要小顺训练集中力的。问题是我集中不了，你们看到我们在打球啊。哎呀，如果不是躲着，打死我也不留在这里，还对着那个小白痴，我早晚会跟他一样。哎呀，你是羡慕不来的，他的特权呢，可是特别多。
是啊，只有他才能够跟小妹还有小桃一个房间。这么好啊？不是，虎哥说他是球队的主力，当他是金菠萝。不过他一踢球，真的是好像变了一个人呢，好厉害！真的假的？左看右看，不就是一个白痴吗？胡叔叔，嘿嘿，哎，侄女，哎，你好。恭喜你啊，听说你的人员组织好了，可以打比赛咯。哎呀，这次真的非常的顺利，这支足球队我可以跟你保证绝对。胡叔叔，我还有点事先走了。大哥在想什么？我在想看到你应该开心还是不开心。你看见我开心就好。很久没有看到你，有些事想跟你说。我跟你有什么好说的？要是我跟你有话说，也不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哎，别浪费时间，给你三分钟，三分钟，你有什么就问啊，有什么要请教我你就说吧。我只不过想要劝你，用功夫踢足球是没有用的。我也是过来人，你现在搞了一个新球队，从零开始，你想当教练，过来我这里。总比跟那个叫唐小顺的是不是啊？他时好时坏，只会拖累你。哎呀，原来你偷看我们练球啊！我没有时间偷看你们练球。好了，不管怎么说都好，我很感谢你这么看得起我，也很感谢你这么看得起我这支球队。我知道你现在是怕我吗？而且你也怕我的功夫足球。哎，我现在告诉你啊，我用不着你教我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到死那天你都是我弟弟。我懒得跟你说这么多，浪费我时间，我走了，我走了。大哥，哎，看看有谁在，可以卖一点货。試合開始の笛です。画面に向かって左から右へ攻めるのがフランス。哎，小顺，一个人打电动这么无聊啊？怎么一个人打电动呢？来来来，先别打了，来，我拿好东西给你啊。足球闹钟阅历。足球就足球，闹什么钟啊？就是闹钟啊。闹钟就闹钟，阅什么历啊？这不就是阅历，左脚写月份，右脚写日子，3月15号。那明天怎么办呢？把15号擦掉，写16号，就是明天了，是不是很棒啊？先别说它的价钱，我知道你喜欢足球，特地把最后一个留给你。你觉得它值多少钱？现在一般外面的百货公司，类似珠宝那种啊，卖200块一个。你说我卖多少呢？150，150我不要你，130，130不收你，100，100也不要你，80块就能给你呢，朋友。就当帮帮忙，交个朋友，要了它吧，80而已啊。80块，今天买还送精美赠品。哎，就是这个足球型圆珠笔，怎么写都有，以后有人找你签名，怎么签都有，是不是很好啊？哎，还有这个神奇减肥绷带，专家已经证实，如果想减肥呢，只要绑在身上，一天用3次，每次9个钟头，就能够达到瘦身效果。9×3=27，一天只有24个小时而已。那么再加上你姐姐用，一天不就有48小时了？要不然再让大胡子用，不就有72小时了吗？一定够用了，正所谓人多好办事，对不对啊？哎，你说吧。这么多的精美礼品只要80块，80块你说是不是很值得啊？还不行啊。这样吧，我看你跟我那么熟，我把成本价告诉你，50块的成本价，我现在卖你70，70块我赚你20块，买个便当都不止这样。你怎么给我一个烂钟啊？什么烂钟？哇，我刚刚给你的时候还有手有脚的。他什么时候有手有脚过？你不是这个时候玩失忆吧？你不记得是吗？我告诉你啊，你刚刚把我东西弄坏，要赔我200块钱，拿来。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啊？有，才200块，别这样嘛，一场朋友，快给快给。我身上只有这么多，给我，谢谢。帮帮忙，谢谢。帮帮忙嘛，大哥。哎哎，你们两个不要闹了，洗手吃饭了。没有没有，我好，我帮忙开饭。喂。我的钟，哎，怎么搞错了？钱也没，货也没了，他怎么这样对我？你惨了，阿金的东西啊都很重要，他当宝贝一样。他还不是老捉弄我，我反捉弄他一次，像不像？我身上只有这么多。
哎，好喝的热汤来喽！猪骨猪脚炖猪肺。哇！哇哦、对了，虎哥呢？哎、我去叫他。哦，快点！哎，趁热吃。好像好好吃、啊。哎，各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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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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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大家有没有觉得我像一个人呢？哇，好棒哦！啊，像谁啊？像谁啊？啊、哦，我知道了，像夏慧阿姨。哎哎哎，给你提示，给你提示，你们刚才说什么？夏慧阿姨。喂喂，我说要去叫谁呀、啊？去叫谁呢？哇，你搞什么？哇，你搞什么？我问你搞什么呀？我问你搞什么？哦，一半小镇。我们很像吗？你这人很坏耶。像不像？是一模一样啊！哎哎，这边叫我还有绝招，这个绝招啊就是……哎，你干嘛不动啊？哎哎，他真的不动了，你们看。来来来，来，谢谢。看我的好了。哎哎哎哎哎！玩就玩嘛，干嘛脱裤子？你们搞错啊你！你这招好坏，连傻子也捉弄啊！你一直当我是傻子吗？是啊，是不是不能开玩笑？是啊，玩玩而已，干嘛那么小气啊？哎哎哎哎，先别说，我还有一个绝招哦。哎，好了，别玩了，够了，够了，开饭了吧？哎，玩一下嘛。吃饭了。哎，吃什么？等一下，等一下，绝招就是。够了，不要玩了，现在又不是什么模仿大赛，你不要再开玩笑了，好不好？见好就收嘛。好哟好，你转的最快啊，刚刚笑的最大声的就是你，现在又说停，不行，我停不了了。哎哎哎。话说回来，你也很厉害，想推卸责任的时候就扮失忆，你干脆啊扮低能白痴傻瓜好了。那些啊，哎哎，我只是说你像而已，又没说你是啊，像不像啊，各位？白痴低能傻瓜，我说像而已嘛。够了够了够了，白痴傻瓜，别说了好不好？你说什么？你刚说什么？我没说他低能白痴，我说像。叫你别说了，你现在还说？哎，他上次弄坏我的玩具，我没跟他计较，我现在说说而已都不行啊，虎哥，是不是这样也不行？小顺，你有没有做过这种事啊？我真的不记得有没有做过。你当然不记得，你记得什么？哎，那天阿龙也在。我只有看到你抢他的钱啊！啊！我现在不管你们之前到底是谁对谁不对，反正我刚刚听到你这么说，他就是你不对。你现在要道歉，说说也不行啊！你本来就该道歉。对那看到了吧，各位，我已经伸出手来了，现在是谁没礼貌啊？糟了，他又发病了。我发病了。不会吧，快点，有啊，你什么油？是不是装的？气功，气功啊，什么油？什么油啊？幺姐，喂，真的假的？各位，后天就是我们功夫足球队向外宣布正式成立的大日子了，你说我们现在最需要什么？就是团结精神。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其实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一首会歌。我始终认为哪一首歌最合适呢？应该就是十几年来雄踞全国流行榜榜首的足球小将。啊，足球小将。足球小将是足球小将，哎，不如唱《白雪公主》跟《七个小矮人》比较好一点。怎么会呢？足球小将歌词有深度，旋律容易上口，形象清新又健康，符合我们功夫足球队嘛？哎，我觉得还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这首歌比较好听点。我认真的。我是认真的，我也很认真的告诉你，不行。为什么不行啊？第一是歌不行，第二就是我们足球队有人根本不会唱歌，那你要对歌干什么？是谁不能唱？我教他嘛，教到他会为止啊。教他嘞，老实说吧，那个人啊就是小顺你。我怎么不会啊？这首歌我从小唱到大的。那你唱来听听啊。你唱唱看，你连一到十都数不清。看看威风的他，双腿好像马达，噔噔噔噔，双腿好像马达，噔噔噔噔，双腿好像马达，双腿好像马达，你看看像什么？我知道，好像唱片跳针，噔噔噔噔。这样吧，等你记得歌词那天了、啊，我们再来唱吧。不过我怕等不到那一天了。看看粉红的他，
双腿好像沙发，双腿好像沙发，双腿好像沙发。微风的他，双腿好像马达。哎，嗯，干嘛？啊，你不觉得你们好像过分了一点啊？顶多跟他说声对不起嘛。对不起啊，我走了，拜拜。天，哎呦，怎么搞的嘛？天，啊，你回来了？对啊，去哪里啊？没有，随便逛逛嘛。随便逛逛？哎，我认识你这么久，从来没看过你读这么厚的书哎。怎么样？我喜欢啊，不想。这什么书啊？你不要这么八卦，反正不适合你看嘛。全不看就不看，有什么了不起啊？我还要去外面练歌。快去了！哼。小妹啊，哎，我的收音机有点秀逗哎，帮我看看好不好？很好啊，还会动，没问题啊。谁说的？哎呀，快你去录歌啦，哦，快走啦，这到底是什么啊？你不要管嘛，你真的很八卦，去录你的歌啊。哦。存孝闹我，走，走啦。嗯，小妹，啊，你猜我录的歌接到唱片公司有没有机会啊？你要吓死我啊！不声不响的突然出现，什么嘛？是你自己想的太出神了。你说，啊，如果我寄个一千几百卷的到唱片公司，他们一直听，听到太入神了，会不会就录取我啦？小桃，啊，这个借我。不行啊，借给我啦！这哪是借，明明是抢嘛！随便嘛，借也好，抢也好啊，都行。那你要来干什么？你不要管嘛，反正我很快就会还你啊。哎，小妹，哦，一定有什么问题，看他怪里怪气。穿梭对手之间，独特叫法像妈妈。什么妈妈？不是妈妈。穿梭对手之间，独特叫法像叉叉。叉叉？什么叉叉？穿梭对手，穿梭对手之间，独特叫法像哗啦。哗啦？什么哗啦？穿梭对手之间，独特叫法像……哎，先倒杯茶来喝吧。穿梭对手之间，独特叫法像……穿梭对手之间，独特叫法像玩耍。对了对了，欢呼声与赞美来自他的脚下。弓啊弓，真糟糕！什么真糟糕啊？弓啊弓，真糟！不是，弓啊弓，什么东东啊？弓啊弓。什么东西啊？足球小将的歌词啊，全部都是。是谁这么细心，知道我不记得足球小将的歌词呢？哎，你掉的东西。不是，不是我的。我明明看见从你裤袋里掉下来，还说不是啊？我说了不是我的。我说是你的就是你的，拿着嘛。哎，听啊！我又没有录音机，现在都听 MP3 了。哎，嗯，拿去，拿去，放啊！哎 ，play。看看微风的他，嘿，双腿好像马达。嗯，哎，这个就是那个已经绝版的足球小将哎，现在没有人找得到了。听说外头一卷要卖1000块，我没有理由跟你抢啊。你喜欢我送给你吧。你现在是嫌弃他？我说是你的就是你的，干嘛送我啊？我明白了。什么？明白什么？记住要听啊，我说的话你要记住，知不知道？
小妹，谢谢你啊。神经病，不晓得说什么。谢谢你啊，小妹。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搞成这样，应该可以躲得开他了吧？加入功夫队。大侠，你已经贬过好几次了，你看打的，我已经搬家来躲你了，你想怎么样啊？加入功夫队。你有毛病，我绝对不会去的。轮不到你说话，因为你的弱点我全知道了。哈哈哈哈哈！你不要以为你戴个死人头套，我就会怕你。上次会输给你，是因为你运气好。来啊！好，我就跟你赌一把。你输的话，你就要加入功夫队。不用不活的。以为你厉害，好，我跟你拼了，来啊！加入功夫队。今天我们来到功夫足球队正式成立的大型招待会会场，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中国第一队以功夫来标榜的足球队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现在各位看到他们已经进场了，欢迎大家，功夫足球队记者招待会正式开始。首先第一位出场的中锋球员就是霍金，他的功夫是迷踪步。迷踪的起源有很多种传说，近代迷踪来自清嘉庆前后名叫孙痛的人，后经过霍元甲等历代传习者增添招法，结合了内功。迷踪要求的是眼法，既要注视一点，又要四顾八方，步法强调闪展腾挪，窜纵跳跃，注重插荡靠步，架势端正，动作灵活。谢谢，谢谢。第二位就是我们的守门员林江龙，他的绝招是八卦掌。八卦掌在清初始建于河南，动作要求弧形运转，节节贯穿，上下相随，动作速度极尽力上，以柔和缓慢为主，以意导体，以体导气，意气体三者配合协调，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下一位是前锋铁如冰，他的绝技是铁头功。柔锤灌顶的要点是意气上行，神贯于顶，一条似有还无，头顶百会穴处被意气上顶或被外力提悬的感觉，此时沉松肩部，肩颈即有竖直和被拉长之感。接下来的就是我们的后卫严振北，他的绝招就是浑圆一气功。这种武功是以气息催动劲力的激发，意识支配内气，由丹田留住发力部位，同时以呼吸配合动作出击发力的综合表现，欲以气催力，必先借气蓄力。呼，哈。最后一位就是我们功夫队的队长唐小顺，他的绝招就是十二路弹腿。弹腿是一种以屈伸性腿法为主，结合步法手法组成，发腿时出以激励取弹射之势，并有十路及十二路之分，前者重于手足灵活，风格舒展，后者重于发腿力量，风格刚硬紧凑。谢谢。接下来我就要介绍我们功夫足球队的灵魂人物，教练林中虎。各位新闻界的朋友们，你们现在可以开始发问了。综合我们刚刚所见呢，功夫队这群人，我们绝对有理由怀疑他们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到底是不是呢？之后大家自然就会知道。为什么你会参加足球队？请说一下好吗？你们功夫这么好，下场我们打伤人啊？我们习武之人是不打人的，是不是啊？
这么说你们功夫完全没有用武之地，只是噱头是吗？噱头？不是噱头，是足球。我们呢，以我的……我求求你，让我加入功夫队吧。你哪位啊？不就是你要找的露露啊？你怎么被人打成这样啊？不是啊，我这个……你怎么不去医院呢？你竟然不要再打我了！是啊，我加入了。到底谁打你啊？我加入了啦。各位，这位呢，就是我们新的成员露露。哦，这样子，都快请上来。来来来，下一个啊，看这边啊。爹地，哎，这么晚了还不睡啊？啊，看电视啊，找有什么事？其实是这样的，爹地想跟你说声对不起，上次在你朋友面前发那么大的脾气 ，sorry。别这样，爹地，其实我也不对，我不应该跟你发脾气。不过 ，sorry， 爹地，其实我真的没有兴趣做生意。好了，我知道了。你也长大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就行了 ，OK？ 我知道 ，Daddy。好了，不要看太晚啊。嗯，早点睡了。好的 ，Good night，Daddy。Good night。Good night。新任中国国家足球队教练哈恩表示，首要任务是带领中国队在2004年亚洲杯争取好成绩，并出战2006年世界杯决赛周。我是体育记者吴玉霞，今天是功夫足球队成立的日子，他们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我们现在正处于会场，带大家看看他们的情况。我们习武之人是不会打人的，是不是啊？这么说你们功夫完全没有用武之地，只是噱头是吗？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动了真气，怎么又搞成这样呢？你知不知道你的内伤很重，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我看只怕神仙都救不了你了。不会的，你是吓我而已。我不是吓你，我已经很保守的估计了，如果你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会叫你以后都不用来，回家去等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能不能告诉我？也许我可以帮你啊。我也不希望你出什么事，身体重要嘛。总之让小顺开心呢，才是最重要的。哎，你有没有兄弟姐妹呢？没有。那就对了，你怎么会明白我的心情呢？自从爸爸妈妈死了以后啊，我没有看过小顺这么开心过。到足球场去踢球，对一些人来说是件很普通的事，你知不知道对小顺来说是一件很奢侈很开心的事情啊？我愿意为他牺牲一切。你该不会去打伤人家的球员吧？切，当然不是了，都说你不明白了吗？其实球队啊少了一名中坚，可是那个家伙啊死都不肯加入，我只是想劝劝他而已嘛，谁知道劝一劝就打起来喽。我知道你很疼你弟弟，但是他知道你为他弄成这样，他也不会开心的。说的也是，那是一定的啊。但其实我也是为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咦，都跟你说不讲了，你硬要人家承认是虎哥。这又关虎哥什么事啊？哎呀，我知道我自己的状况，又要照顾小顺，自己的身体也不太好，何必去连累别人呢？那么就当作是报答他对我的一番情谊吧。情谊？什么情谊啊？哎呀，你怎么这么钝呢？哎呀，你说嘛。你不觉得他常常眼睁睁地看着我吗？这一点我倒是没有留意到。我就说你很钝嘛。哎，
哎呀，小鬼别跑，哎，别射别射别射，哎，来来，先擦汗先擦汗，哎，乖嘛，哎呀，你一身大汗跑来跑去干什么啊你？哎，不要射我，不要射我，哎呀，哎，你跑哪去啊？哎，你听我说好不好啊？嗯，你不要过来啊，去吃饭。哎，不，我就说你射不到我啊，尽量射啊。人呢？哎，小鬼，别跑啊！哎呀！咦！哎呀，笑死了！咦！哎呀！啊啊啊！小鬼，哎呀，你还是大神大神啊！哎，怎么打小孩呢？哎，怎么打小孩？发生什么事了啊？什么事啊？到底什么事？慢慢说嘛，大神。哎呀，好了好了。哎，大神不要追了！哇，你全身湿透了，让人看到不好看。对不起，大神，我先走了。小鬼等我。好久没来找我了，你今天怎么有空来啊？是不是路过啊？哎呀，早点来找我嘛。哎，别说了，我现在要去美国，我等带儿子去。好啊，散散心也好啊。一定是小胖惹你生气了，没问题，你去玩，我来带他。有人要带我去旅行。旅行好啊，不过呢，旅行一个人旅行很危险啊，不如这次找三姑妈、四姨婆、六婶跟你一起去。有人跟我去。有人跟你去，是谁啊？我认不认识？男的还是女的？男的。你明白了？我明白。我明白，其实男人跟女人也能当朋友，我很开通。你明白什么？开通什么？我真的明白。明白？你明白什么？我现在要跟男人走啊，不是去旅行，不是去玩。我求求你，你可不可以聪明一点啊？别那么生气，我知道，一定是小胖惹你生气。这样吧，我留下让我教，我教他一阵子，一定会变乖。你安心去好了啊，一个月，不够，两个月，不是一个月，两个月，是永远呐！我现在跟男人走，以后都不回来了。你看看，用这种方法骗我。如果你真的想让我戴绿帽的时候，你一定告诉我。你记不记得上次白头老追你的时候，你也告诉我了，是不是？这次你眼睛真好啊。上次我是无意之中让你碰见的，不是我想让你知道。好，算了，随便你怎么想，反正现在我告诉你，我要跟男人走了，而且他是个老外。你不信？我也没办法。拜拜，拜拜，玩得开心一点啊！记得带礼物回来啊！老是有个臭味。虎哥，是不是因为我全身的臭味弄得你愁眉苦脸的？哎，还不是为了钱，我们队上那几个家伙还真是会吃，光吃白饭就把我吃穷了。哎，话说回来，以后买菜不要买太多，胃撑大得不得了啊。我已经很节省了，不过你知道我们队上那些家伙全都在发育期，要吃很多东西的。发你的头啊，这么大的人还发育，好命的话全都当爷爷了。你以为我真的很有钱是不是啊？你看自己看吧。哦，都已经没钱了还叫，真是。哦，是，那我以后省一点好了。哦，我先去洗个澡。好好的洗什么澡，水很便宜是吧？不是，刚刚兵哥的儿子弄得我全身臭死了啊。小胖他有来啊？哦，对啊，刚刚兵哥把他儿子留下来，然后要我好好看着他，说两夫妻有话要讲。切，这个小胖皮都要命，
不皮，这样的小孩子啊，比较可爱，比较活泼。哎，如果生个儿子啊，带在背面就惨了。活泼你个头，像他这个样叫调皮。待会要是让我碰上了，我得想办法报仇。你不晓得他上一次有多讨厌，我真是想把他掐死。虎哥，别那么生气。那我现在去擦身体，我不洗了。哎，擦上半身就好了。哦。进来做什么、我们进来做什么啊？是不是玩游戏？玩游戏、那玩什么游戏啊？玩捉迷藏吗？玩捉迷藏。捉迷藏啊，我跟你说，外面那些人抓你，你不要让他知道。如果让他们知道了，你就要回家，没得玩了，你也见不到宝宝了，知道啊？如果赢了是不是会有奖品啊？赢了要。那奖品是什么？赢了就知道了，是不是？我现在有点饿了，有没有东西吃啊？晚一点，晚一点就有啊。刚刚那两个人，他们在骂谁啊？好凶哦！哦，那两个跟你一样，都想着抢赢头奖。哦，是，慢慢来啊，小心小心哦。来来来，转过来转过来啊！来来来，进去进去，哎进去，哎缩缩缩缩缩，屁股缩进去一点，哎好，哎头低一点啊，哎低一点啊，我去拿东西啊，不要出来哦。嘘，我知道了。有没有人在啊？丁哥，对不起啊。哎，你怎么了？哎，你到底在干什么？厕所有脏东西。厕所没有脏东西才奇怪嘞。怎么会这个样子啊？我每天都有扫厕所，怎么会有脏东西啊？不是那一种。那是哪一种啊？是那一种。那怎么可能？是真的。哦，真的有啊。我带你去看看。看看什么那么可怕。来来来，快点快点。不会吧。一起过来看。快来。在哪里啊？在哪里啊？在哪儿？有什么东西啊？我拜托你，这么大的人还这么胆小，别闹了。等一下等一下，你们看，这里有一个用冥纸折的纸船呢。哎呀，今天是7月14。主任，丢掉了，快去找。这个故事是说一个年轻人到家旧书店买书，这个年轻人挑来挑去也挑不到他要的书。店里一个很老的老伯走过来跟年轻人说：年轻人，你要找什么书？我能不能帮你啊？那他要找什么书啊？不要急，那个年轻人说：我要找一本很特别很特别的书。老伯听了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就拿了一本很旧的书回来，还跟年轻人说：年轻人，你要好好的保存这本书，还有千万别看最后一页。年轻人听了之后有点害怕，
又有点好奇，于是就买了这本书，而且还用100块来买这本书。每天晚上，这个年轻人都在看这本书，看了又看，看了又看，但是他始终不敢看最后一页。直到天晚上，他终于忍不住，受不了心魔的唆使，他终于揭开最后那一页。行了，别再说下去了。知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